欢迎来到丽阳雅区乐天汇 Tropicana Agile Bukit Bintang， 由两家知名房地产开发公司丽阳机构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d Agile Property 合资开发的项目。项目位于马来西亚，预计于2024年竣工。60层高的丽阳雅居乐天汇，届时将成为全吉隆坡最高的住宅公寓。它位于马来西亚最繁华的中心地带 Bukit Bintang， 完美体现古与新的交融，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织，商务办公与休闲娱乐的交汇。它同时坐落于吉隆坡金融特区内，连接附近多条高速公路，并且毗邻吉隆坡多个标志性的地标以及购物中心、捷运站、高尔夫球场、五星级酒店和国际学校。丽阳雅居乐天汇采用了严密的六层安全系统与安保措施，以确保您与家人的切身安全。在第十层和第60层设有丰富的高级设施，包括游泳池、健身中心、游戏房以及最主要的迷你热带花园，均由世界著名的 ACOM 景观设计公司一手设计而成。在60楼的空中花园，住户即可欣赏到马来西亚最具标志性的地标柏油双子塔，又能俯瞰到皇家雪兰儿高尔夫俱乐部。 Tropicana Agile Bukit Bintang 绝对会让外籍人士和银发一族感到宾至如归，每个精心设计的设施都旨在唤起和提升优质的城市生活标准，充分体验极致奢华的生活方式。这1501套服务式公寓和66个小型多能办公室是由迪拜购物中心的设计而闻名的 DP 建筑设计集团精心打造。 A 户型是1+1卧室的户型，非常适合单身。 C 户型是两居室的户型，非常适合三口之家。丽阳雅居乐天汇 Tropicana Agile Bukit Bintang 是一种高质量城市生活的典范，一处高雅时尚的半空空间，一次您理想城市生活理念的完美呈现。在过去的42年里，丽阳机构持续不断重新定义生活的艺术，与吉隆坡星光大道缔造塔尖阶层专属的隽永传世之作。